叶繁星，又到猜谜时间喽。你身边一个最亲密的人马上就要消失了，你猜他是谁？喂，繁星。喂，萧寒，你在哪儿？啊，我在公司呢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你了。上练字啊，他好了吗？你给我下来！你告诉我，简一到底要干什么？姐姐，我求你放过我吧！你们两个人都来问我，我夹在中间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不管，你现在告诉我，简一在哪儿？你看，他刚给我发的消息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来，再来，再来。五十五，没有十，你喝。来，再来。我要尿尿。你行不行啊？别回不来啊！刚才你走的时候欠我一杯啊，喝啊！来。你比我预想中来得早得多啊，看来傅夏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还不轻啊。可要是萧寒知道你这么紧张，他会不会吃醋？你给他喝了什么？放心吧，都是一些不要紧的东西。可你要再不听话，我也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来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之间的事情，你直接来找我就可以，你不要针对任何人。傅夏怎么说也算我的好朋友，你不会知道在你们俩之间我做选择有多难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是不会伤害他的。啊，叶繁星啊，这件事情其实也暴露出你不想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你身上有太多弱点，跟你都太容易了。你现在乖乖听话，是你做的最正确的选择。我走了，好好照顾他。哦，对了，闵一荣，你要多帮着他点儿。一个假妹妹，总比一个真妹妹要好。乖哦。你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是谁啊，鬼啊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问你，啊，你为什么要去跟简一喝酒啊？啊？简一，
哦，对啊，我刚刚跟他喝了酒，然后我就喝醉了。哎呀妈呀，像我这种千杯不醉的酒量居然喝醉了，这个账我下次一定要向他讨回来。还还？你自己差点被他喝死，你还还？哎，叶季琴，我可以把你刚才的行为理解成你有那么一丁点关心我。这会儿还有心思开玩笑？不管了，我看你是死不了了。反正你就是关心我。头好疼啊！我睡一会儿，到了你叫我吧。下次再去喝，喝不死你。晶晶，繁星啊！阿爸。繁星啊，那个鉴定结果出来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这次特别找了非常权威的机构，所以需要等一段时间。啊，还是去催一催吧。你妹妹的身份不落实啊，我的心里不踏实啊。嗯，知道了吧？嗯，催一催啊。早点休息。感谢你送一个喝醉酒的男人回家，请吃。什么鬼？就请我吃这个？想来的早多了，看来傅夏在你心中的地位还不轻呢。